嫖都喜欢脸贴脸。然后我就开灯，然后我就走进那个门口，闪两下，闪一下，脸就出来一次，闪两次，脸出来两次。这个时候我就想说，那我眼睛再睁开一下，看看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。就我睁开的时候，那个脸就在我的前面。